朋友们，大家看一下，这是披刮完激光釉的，多少有一点磨刀印儿。然后咱们用震动打磨机轻轻的磨几下，这种磨刀的痕迹就会消失了。此款激光釉打磨非常的省力，非常的省时，非常的省工。人工费现在比较贵，把这些都降下来了，咱们的成本也就降下来了。所以说新一代激光釉是广大朋友们的最佳选择的照面产品。有用得上的朋友可以联系我啊。新一代激光釉非常牛的照面产品啊，朋友们。抛光的亮度更是没得说啊，侧面如镜，手感如玉的感觉啊，朋友们。